港岛东区既有都市的繁华，又拥有相对较悠闲的生活步调，想追求 work-life balance 的生活，这个位于筲箕湾比邻港铁站的潜力新盘就啱晒啦。奥华坐落区内中心的东大街，共有156伙，实用面积由190至737平方尺，间隔由开放式至两房。项目的坐向刻意朝向楼下的休憩处，加上自设内园，可以造就相对开扬的景观。奥华开积宽敞，而且采用3:1露台，空间运用更灵活，适合一众上班人士或者小家庭。奥华同筲箕湾港铁站只有一街之隔，步行至最近的港铁出入口只需约1分钟，而且两站可达港岛东 CBD 太古，四站即可达北角转车站，轻松接通港九两大核心商贸区。奥华附近亦有多条过海巴士、小巴路线途经，四通八达。偶然想放慢脚步，亦都可以行1分钟去到筲箕湾电车总站，享受慢活时光。奥华周边民生商铺林立，食肆、日用品店、超市等一应俱全，东大街更是著名的素街热点，在这里可以找到各地特色美食，吸引不少区内外市民前来大饱口福。奥华属于小学16校网，中学为东区，地区优质学府林立，包括多间国际学校，学习气氛浓厚，深受家长欢迎。交通便利，发展成熟的社区吸引了大量在区内工作的医护人员、白领租客进驻。这区租盘强劲的承接力，有望带来丰厚租金回报。无论自住定投资，奥华都是上乘之选。